野蛮人哎！讨厌的太阳！唉，为什么妈妈要搬到这个地方来？无聊，无聊，真无聊。这里真是美丽，我们就在这儿定居了。嘿咦嘿哟呀花咦，嘿咦嘿哟呀花咦，来小兰一起跳。嘿咦嘿哟呀花咦，嘿咦嘿哟呀花咦，嘿咦嘿哟呀花咦。瞧，你不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呀？山地人看来不友善，比如说很大武器，万一真的打起来，我们一定完。平相处。
们回家乡去拿火欢银子和绸缎，拿出诚心和诚意交换土地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们不过想逃命。你放心，我们想在这儿长久居住，是很有诚意想和你们交换土地的，怎么会欺骗你呢？回家乡去拿货物，留下人质表诚意，留下人质表诚意。留人质这种行，山地人有用人头祭祀的习惯呀。用人头祭祀，天哪！好，我留下来当人质。不，我来当人质，你必须带领大家回家乡去。可是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别再犹豫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如果他们没有依约你前来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天水手，八月十五月正月，不守约定同落地。约定八月十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
神一直很想建立一个美丽的家园，他是为了我们而死的。如果我们用武力来解决事情，那么天水神的死就不值得了。我们应该好好和平相处。嗯，你们汉人真是讲信义、爱和平。好，以后我们就一起开垦，我们的也是你们的。所以啊，台北主，我们的祖先也是好朋友呢。祖先什么跟什么啊？台北主，我们等你去感应一次。不要叫我台北主，我叫小兰。